听这间嘛。哦，哎，我工作场所，我变哪做？啊，咱囡仔，啊，咱比你内底哦。你看桌顶头出侪物件，人个体哦，会当食的，会当用的，你是量体。因为大人咧无用，袂去教着咱。错，是我是下钱啊，知影无？废话，这钱拢下边袂少。我进来，这不要笨手，不要笨手哦，不要笨手，我怎子搞哦？哦，我飞来要和你吃呀，飞来要和我吃。嗯，我知影你喙齿不好。哎呦，喙齿不好，闺蜜，我知影你调羹的对啊。喙齿不好，唔知怎子。我等下叫你送水，先去边啊。谢谢。我咧问话，莫伫我面头前卡来手来，是，再来一遍，我问你，走，叫你来，阿爸，我家己来啊，你家己来，来到这，为什么免头皮？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每一个人啊，做歹代志拢讲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我就听看卖，你有啥物不得已的苦衷？我跟我妈妈伫咧生活尔，我妈妈即摆伫咧破病，啊，我阁是一个囡仔，我袂晓趁钱啊，所以我毋只当着爷叫伊，我拜托伊吼，带我来趁钱。所以是我家己要求要来吃，我唔吃要偷客钱，去甲我妈妈伊白先生要饭互伊吃。所以听你安尼讲，家庭困苦，都不理想来吃偷客钱，要等于互你母啊伊白，要买物件要互伊吃。袂好，这种囡仔我欣赏，有好心有志气哦。为着家己的厝内底人，愿意劳碌，安尼是我欣赏。我问你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做金龙。金龙。好。这个囡仔，我教，从今以后，做你安尼是我的身边，不管啥物代志，安尼是我护你好。就是的啦。当然了。对。我若做着你的身躯边，我就会通赚钱啊。你要赚偌济钱？我唔知你，看你安怎跑。多谢多，多谢多。好咯，从今以后要对我的身躯边，即卖名唐英，安尼叫我甲你改名叫做亚龙。好，我叫做亚龙。对，我知影啦。安尼后盖出去做代志，报你亚龙名号，才有气派。多谢多。安尼好，明仔载透早八点来到这个所在，我等你。好，是。我也是亚龙，我会当来这探亲戚的妈妈，这么空白呢？你比我刚刚晚来，我比你更要叫哎，你得叫一只猪，或者叫叫。亚叫哎。来，我问你嘞，你拄只老怕安怎？我今日甲我讲出来，我会用阿你去甲我怕呢？你这里是不大，是不大，我只是爱点奶。我甲你讲，大个即马要收留我的弟的身躯边，会当替你做工课，以后我可会当赚钱啊！啊，阿你你嘛甲我收留啊？我收你哦，对啊。哎，好，谢谢，安尼好啦，对啦，你先来，安尼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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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来。来，我有薪水啊，没使安尼吃，没使安尼，你别使安尼。阿伯咧，我跟你讲，以后你要做一位辛苦兵，你就拢爱听我的哦。我听你的哦。对。好啊，阿伯你袂当好欺负哦，拼命的哦。我袂甲你欺负啦。对啊。阿你我对你的辛苦兵，阿你你给我换一个艺名好啦。你哥哥艺名，喂，你做一片诶。伊有给咱娱乐，咱嘛爱改娱乐一个啊。对啊，阿唔过我唔知阿你叫做啥物名啊。我去哪？干嘛要你给我叫鸭叫？阿得鸭叫得。刚不是以前爱叫人名熟吗？我是鸭龙，阿你是鸭叫。你鸭龙，你马上给我合一点哦。我就是，俺两个都很亲，亚龙一零五，亚叫，我跟你讲，从今以后，咱两个对一段辛苦兵有我道理。二大，天气不错，来，我就是亚龙，我亚龙你亚叫，哎，我亚叫你亚龙，方便来，那是喝呀，喝，这么大呢，我跟你讲哦。在咧交代，明仔载透早八点爱来找伊报道哦。爬袂起来啊！真都爬袂起来，去趁钱吼，爱较困难的啦。好啦好啦，安尼我知影啦。行，你要出兵？啊，你要走伊哪位？你要出兵？你要去哪？去边啊？去边啊？来，亚强，你叫我去边啊？你去啦，行啦。你来，你娘。哦，你是去找你妈妈吼？